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长。由于我们李校长因为彰化县的县府日本活动出游参访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邀请我们园林国小的教务主任，是一位国学多闻、气质优雅的主任。我们在此邀请我们的张祝月张主任上台为我们说几句话。我们欢迎张主任。容我先介绍几位贵宾。第一位是我们的家长会长魏平宇魏会长，很感谢魏会长，就是在百忙之中来跟我们小朋友鼓励加油。玉山食品董事长吴贵州吴董事长，很感谢他带来了小朋友的勇气和自信。那我们的前会长，两位前会长，就是辅导会长高瑞远高会长，还有翁瑞宏翁瑞长，谢谢他们带给小朋友很多的勇气，谢谢他们。好，我们也感谢各位贵宾来莅临指导，让我们今天的音乐盛会更增加光彩，谢谢大家。各位长官，各位贵宾，大家午安。今天是本校第25届音乐班毕业生毕业音乐会。因为校长受县府指派，带领前线的阳光品德之心到日本去参访，所以未能够出席今天的盛会，所以特别吩咐我竭诚的欢迎各位贵宾。我是园林国小教务主任，今天非常荣幸和各位贵宾齐聚一堂，分享由本校和家长会以及音乐班家长联谊会共同策划的音乐飨宴。由音乐班毕业生和学弟妹们将他们多年来学习的成果展现出来，我们今天一起祝福和分享同学们在舞台上激发生命的潜力，表演出精彩和令人感动的音乐旅程。这是我们每年一次的幸福时光，在这里我预祝同学们表演成功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谢谢张主任为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祝福跟勉励。